我这谁说不成？陈欢问我，是你的名声重要，还是一个县老百姓的肚子重要？我竟然想说是我的名声重要，嘴不敢说。我要是说县里百姓的肚子重要，那我岂不是要去抢官粮了？我要去抢官粮，抢官粮，犯王法。 老子不怕，我怕我是侵犯，老子罚了你，一会儿就下。我不去，我要睡觉。大人，最近闹粮荒，本老爷也没钱雇衙役。大人，哎呀，我还是忘了，刘三是武秀才。 文秀才科10个，武秀才科5个就够了。刘三，你还欠老黄2个头。